我是看一遍笑一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仙宁，无限不打烊，聊聊也无妨。作为一名假的广东人，有没有因为不会说粤语而发生的趣事？我们的台词需要粤语，然后我不会说，说的也很奇怪，我本来就没有什么语言天赋，会粤语的老师们或者是学员们就会觉得很好笑吧。在第一轮的八个剧目中，有没有你想演的角色？我想演那个警察故事。之前有和许魏洲搭档甜蜜蜜，那你有看过许魏洲第一期的自我介绍吗？开过国场演唱会那个，我是看一遍笑一遍，但是我跟你说还好我没在，如果我在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也会说出那种类似那样的话来，变成大家的笑点。如果有下一届，会推荐哪些朋友来参加无限超越班？张一凡，我觉得一凡是一个很好的苗子，对，就是因为他对演戏也是很感兴趣，然后他现在也一直在拍戏拍电影，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很好很努力的演员。